欢迎回来，哇，感觉还是有点卡。刚才我看到一个这个温如初建立了新的宗门，天呐，竟然还有新的宗门出现。然后刚才这个读文场我打了60次，你敢信？然后我们的积分到了6300，但是还有好多次，好烦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等等，我们先把这个打了，先把福利打了。这个最后几分钟的话，他容易说是在这个时候把后面的人打，然后这分数就超过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打一下他。再看一下，还能再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吧。别人都没有什么威胁，就他有威胁。好的，最后一次我们先留着，到时候看一下。哎，福利他又23分了。他又上来了，那我继续打他。哇，这个福利挺倔强的，现在22分，22分先不打他了，我这个稳第二的，好，没有废然物的后武魂，这里领取一下。只有废物的魂师。来来来，宗门的任务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成，先领取一下，做下捐献。商店买下2个水晶都要买，哇，12万的贡献，好多啊！投资买完，哇塞，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升级？现在升的好慢，马上是其实1074万，还差100多万。现在这个攒的好慢啊。然后幽冥心经可以修炼一下，哎，不对吧？刚才，哦，这是昊天九诀可以修炼一下。好，修炼了两个，这个的话邪目白虎修炼一下，也修炼了两个，这个的话等着我们去激活这个邪目白虎，现在还没有那个素材。OK。哇，这个馈赠网站直接就开出600万魂币，哇，挺给力的，挺给力的，魂师补贴哦。现在是第46天的魂师补贴了，邮件我们领取一下。切磋榜应该是切磋榜第二名，商城又有新东西喽。现在只有34000的荣誉，还是差了一点，还是差了一点呀。至尊宝再买一个。OK，哎，求助。是帮大家加一下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去打一下这个魂兽。魂兽的话，今天还可以买10次，全部买完，我们就4倍4倍的挑战。这几个还差2分钟，那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打一下。世界首领还差30分钟，然后这个冰火两眼还差43分钟，我们一会儿打一下。43分钟上个闹铃。哇，有人在打贪婪之神，这个的话最好提前2分钟。Set a timer for 41 minutes. Timer is set for 41 minutes. 好的，他上好了，到时候下来我自己打吧。这个冰火两元也打不了了。然后这个外没传，有废物的外传我武刚刚魂，打了，打不下去。只有废物的魂这个我试了一师。下，还是打不下去。然后我今天还有几个小时，到时候我再试一试。如果实在打不下去，那就直接扫荡吧。然后我现在就是吃一个煎药水，然后我们来挑战一下。把这个放一下，然后把能清理的清理了，600万魂币使用了。可以熔炼的熔炼了，然后红色装备放到仓库里面去。好的，哇塞，有2400的石头，挺给力的。现在可以升级了吗？哎，强化套装，这个6阶还不能升，我想给这个全都升到4阶。那普通的话，哎，可以升了，一个，两个。然后去捕猎一下魂兽，还差27秒。稍等一下，我好像要去开一下门。好了，回来了，继续购买一下次数。我们现在的秒升还是22.5亿，哇，都没有变的。今天花了1600，但是完全没有变化，好气。
好的，我们接下来吃一个经验药水。经验药水，来一个2.5倍的。我仓库里面没有更高倍数的了，就一个2.5倍，那我们就吃2.5倍的吧。OK， 然后今天有170的荣誉，不是170的这个活跃点数，然后再加上这里的30是200的活跃点数，可以找回20次。然后我是打算找回学院的杀戮之都，等到明天后天，我们这等级能不能升到40级？要是能升到40级，使用这个杀戮之都就太划算了，可惜升不到。哎呀，那好可惜啊。然后我们尽可能先打一下这个学院，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杀戮之都可以明天再打，因为学院这个是刚刚晋升到这个封号斗罗25级的，所以我们找回一定次数的这个学院，但是杀戮之都必须要找回九次。如果这九次不找回，就找不回来了。然后学院的全都找回吧，之后我们去挑战一下学院。学院今天买三次，我觉得 OK 了。给了1000万亿的这个经验，只够升一级，六倍挑战只够升一级，看现在升级就特别困难，对不对？然后杀戮之都我们直接挑战，也是购买几次。哇，没钱了，来一个98吧。OK， 15块一次，我觉得不需要买了。现在我们主要是靠日常的。免费的次数还是前面几次比较便宜的次数去升级这个等级，不要升太快了，因为后面好贵哦。我现在不想冲这个等级了，之前23天冲到封号，那是为了一个 title， 为了打破一个记录，对不对？现在就一般般，没有那样的欲望了啊。就买一次好了，20块一次就不买了。来挑战，给了1600万亿的经验，是够升两级吧。然后世界首领我看一下，好，21分钟。这个黑市的这个次数有51次，哎呀，51次其实能花掉差不多1亿多的这个魂币，我感觉买了吧。哇，差不多真的花了1亿。令牌，哇，好多令牌，到时候去使用一下。这里我们合成一下罕见魔晶，合成的罕见魔晶不多，有些我们领取一下。魂环背包已满，哇，只有52个了，怪不得那么容易满。天哪，这些魂环到时候要升下级，杀气必入，哇塞，好多啊，哇塞。其实我们可以合掉一些。我们合掉一次吧，这个兑换魂环我们先兑换一下。哎，自动选择，看一下。它是30个，然后一次选10个，然后这10个的话，这10个全都可以不要，全都可以不要，注入，然后再选10个，这10个也不要，这10个也不要。好，雷天万钧，点击兑换。OK， 哇，靠这个去清这个魂环，凑合吧。我觉得，其实我要一个这个。哎，乘胜追击其实也不要了。我现在有那个疾风连击，而且是带闪的，所以这个就不要了。其实乘胜追击也很给力的，就是给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剑。来，第二次需要40个，那么坑，我的天，哇，原来30个还算便宜的，然后第三次需要50个，我靠，大哥你真的坑我，太坑了，我去，受不了了。然后这个充值福利领取下，商城的话，今天他又是向我们兑换这个百炼神盒，但我不想兑换，深爱成瘾百炼神盒，我想想，我们好像可以把这个剪一下。开个1000个7000点兽魂去升下级，哇，还不够，
把这个全都开七剑的兽魂吧。哇，这回来这边没有的好快啊，真的是。我们其实可以兑换一个百炼圣和兑换一个吧，兑换一个我们可以强一点点。来来买一个，先来给谁呢？冰地蟹突破十万年其实没什么奖励的，这几个突破十万年其实效果都一样。来，冰地蟹给你了。啊，他需要五千的兽魂，我这个刚才搞了好多七千的兽魂，好烦哦。那一会儿，天哪，一会儿把这个拿下，还好还有。OK， 还有几百个，哎，那又够了。哇，九百个都不够，哇，这个五千的兽魂好缺啊，需要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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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这太恐怖了。香肠先等等啊，紫然肠再吃一个，人物这里强化下，哎，八十九级，不错哦。好的，我们又可以打学院了，是不是？然后这里可以领取下回点数，然后杀戮之都学院，之后剩下的全都找回学院吧。哇塞，这里好多令牌，到时候这个令牌我自己就下来挑战了。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给这个伤害加成加到100%了，我就加到50%，然后这个钻石以后就不用了，杀戮之都也是一样的。又可以升一级，太棒了！然后修改一下这个设置，啊，自动鼓舞到50%。可怜了我这把骨头。这个杀戮之都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再花我的这个钻石了。来挑战一下杀戮之都。还是一样的，给了1600万亿的经验，然后，啊。还可以再谈一下学院和杀戮之都。那学院的话 CD 有3分钟，先等一下。然后这个角色第一角色我们今天可以升到40级，哎，这样是一个挺好的消息啊。然后我们哇塞又重置了，挺好的。然后宗门记得派发一下这个位置啊，副宗主两位，然后长老两位，上面一位。我们觉得哎，只取一瓢有3000万战力了，六耳伪装，哎，我们给支持一瓢一个长老，这样的话，他到了今天，啊，也就是周一的早上5点的时候，他就会多3000的这个宗门贡献，挺好的。然后合成一下 ，OK， 好的，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斗魂场，下面就是那个聊天时间了。这个毒巫博还有24分钟，啊，下面是聊天时间。首先是啊，这个斗魂场刚才打了 N 多次。然后遇到 N 多次子儿，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要么是打子儿，要么是打江燕里，就是没有打到这个圣歌。然后这个子儿的话，打了6场7场的样子啊，因为我就是6倍1倍6倍1倍的这样来打，打了差不多五六十次吧，所以总共是遇到他6-7次的样子。然后这6-7次有一把打平，剩下的都输了。然后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是我这个AOE 技能爆发伤害不足，包括我的这个魔晶王，我觉得这个我把那个罗刹化身挪下来之后，这个魔晶王他就不疼了，你知道吗？魔晶王不疼了以后就有个问题啊，魔晶王和另外一个主动技能啊，叫做应该是万剑归宗，他对全部目标造成405%的伤害。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人剑合一啊，它能够造成600%的伤害。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它的这个技能伤害加成没有了，然后的话它靠这个技能吃饭就不怎么给力了。我觉得咱们剑的话就是不是要靠技能吃饭，还是要靠那个，你懂吧还是要靠这个攻速吃饭，然后攻速快了，然后加上这个主动技被动技，然后打一套这个一伤出来，很快就能把对方杀了，这个应该是啊挺好的一个办法。
但是我现在就是已经有点怀疑人生了。这个剑影随行，它能创造这个虚影，而且提高这个虚影的这个攻击力和这个攻击力和这个技能增伤。然后我发现这个其实挺好用的，就是在打对方的时候，对方不停的在被缴械，对方一被缴械他就 A 不出来，然后就无敌被控，一直被控。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技能，但是我打他的时候，我虽然能够控制到他，但是他还是能把我的后排很快的秒掉。他只要能把我的后排秒掉，开战六七秒的话，他就能把我后排这三个秒掉，而我秒不掉他的后排，这样的话就导致我打不过他。即便我那个输出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我也打不过他的后排，就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我死为止，打到我主。古德罗和剑斗罗都死了为止，我都不能把他的这个后排杀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我是验证一个我的想法吧，就是把这个罗刹化身换成这个疾风连击，然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去试一试。但是哇，现在好卡。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尝试，你去试错吧，因为有可能就是尝试出新的思路出来，然后到时候我要去多试一试，我要去打一打这个地狱之路试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哇，现在好卡。到时候看一下这个疾风连击是不是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角色的整体输出，也许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是认为我这个角色还是靠输出为主，结果他这个技能也挺给力的，技能的话就是把后排杀掉之后，然后他就五打二，这样的话就很厉害。可惜那我今天把这个罗刹化身换掉好像也不是很明智所以大家今天不要学我 OK。 然后这里做一下强化，OK， 这里还剩七分钟，然后去打一下学院吧。然后再打下这个杀戮之都，好的，由于是四位挑战，所以给的是1000万亿的经验，足够了，刚好升一级。哎，这个还可以升一级，非常好。那我们这里的这个神念可以点了，这个神念是毁伤，目标受到中毒、流血、燃烧的持续伤害时，防御降低25%，且受到持续伤害提升25%。这个不想点它，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伤害是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个中毒、流血、燃烧，只有个诅咒好像。然后战吼，首次攻击会使目标接下来4秒内受到伤害增加10%，同时造成伤害降低10%。这个其实挺给力的。然后后面这个。这个吸血其实一般，因为它是开始战斗前5秒钟有用，所以我是在想要不要往这边点。这边是这个土路，目标在中毒流血这个也是特殊状态，这个是持续伤害，如果它受到持续伤害的就走这一条。然后这边这一条是这个斩杀，这个是处决，对于生命伤害高于自身的目标造成普通伤害时，有8%的几率是目标额外损失5%的最大生命。哎，这个打比我们血量高的这个角色好厉害啊。那我们就要一个这个战吼，首次攻击会使目标接下来4秒内受到伤害增加10%，同时造成伤害降低10%，然后顺着往这边点过去。好的，这个就是之后的这个神念的点法。 OK， 特训之后就20块钱一次，其实照常理说也是划算的，但是我现在就很佛了，我就升级就很慢很慢，就不用着急，你知道吧。然后斗罗之路，试着首领永恒之塔，这个其实不挑战也可以啊，到时候明天也找不回那么多次数。哎呀，这里有25次，明天攒不出250点，没关系啊，明天后天都有时间把这些次数用掉的。然后斗文场今天下来之后我就打一下，好吧。那么观众朋友，今天然后就聊一些别的内容吧，我们就先等等一会儿，等到这个冰魂两夜还有10分钟一会儿应该是先打这个世界首领，然后再去打这个冰魂两夜。首先我说一个东西啊，然后就这个地狱之路挑战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肠子它不复制这个龟了，这样就很麻烦。你看一下这个肠子在这儿，然后它魂力满了
一只镜像出来了，然后你看他手上是举了个塔，你知道吗？这个塔和玻璃心的这个塔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变身为这个塔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这一关好像是打不过去的样子啊，啊打不过去。哇，现在今天是有点卡，有点问题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服务器给的是一个数据，只要发不过来的话，就是一开始打，然后他会处理这个数据，然后服务器把这个数据发过来。然后我这边的话，他是本机自己去处理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卡顿，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机器的问题。然后我是觉得有一个想法，想要把我的这个励志镜像换成预知镜像。那魂环的话，批量分解一下，魂环是在这里。励志镜像换成预知镜像，因为励志镜像它能够复制全场战斗力最高的那个角色，那剑的话是复制不了的，骨的话有可能会复制，但是之前我们复制过，就是那个大红鸟，但是后来的话也复制不到了，很少有。然后最常复制的就是龟，之前是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反而不复制龟了。龟的这个战斗力，这个攻击力是202万，塔的话是190万，这龟应该比它攻击力还高，但是这个塔攻击力为什么会那么高，好奇怪啊。你看一下这个塔，它也没有那个加攻击力的魂环，它没有的，然后它就没有这个龟的攻击力高，然后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好吧，所以我这里就是在想，要不我就把这个励志镜像换成预知镜像。预知镜像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魂环，来给你们看一下。预知魂环它能够随机复制一个，随机选择战斗中的防御武魂变身并恢复满血，这个有可能是选择我们的龟，也有可能是选择我们的古多罗，然后复制所有限定魂环全部释放一次。哎，这样如果说他随机选择的是这个龟，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龟的所有的魂环都全部释放一次，其中就是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这个玄武盾阵，他能够抛出一个盾给血量最低的两个单位，这个很棒。另外是当然就是那个玄武置换，是他的必备魂环，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话会很好。然后香肠励志镜像和预知镜像应该是很轻松的，我们做一下更换，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更换啊。好像得要这个通用宝珠，这个通用宝珠我们留着吧。我们这个励志镜像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3500年的魂环，3800年的魂环，所以我不要这个，我直接把它变成那个，直接重新来，要一些预知镜像也可以，但是这样的话稍微有点浪费我们的荣誉，毕竟这是一个三星的励志镜像，然后到时候励志还是要转换啊，不过转换的话损失也不会很多。这个这样的话我把它替换下来比如搞一个天罗地网，然后这个我们搞一个这个还原，然后到时候重新强化一下就行，还原成四个。哎呀，这个好麻烦的，那直接用了这个高级置换吧，反正我们有多，我不经常置换的，所以我就先用一个。我们有五个通用置换宝珠，所以不用勉强，来吧，励志镜像变成预知镜像。哇，弄错了，它其实粉红长，它不是同样等级的。哇塞，这里还置换不了，励志镜像换成预知镜像，预知镜像是800的，励志镜像是500的。好吧，那到时候我就把这个励志拆了，然后换成这个其他的魂环，然后预知镜像我们今天购买一个，然后紫玉白骨之地杀气碧露，这个杀气碧露和紫玉我们可以用来换这个预知镜像，我只要额外三个。杀气碧露我选择一个肠子，不过没有关系，这是一个400年魂环，然后它是周六日这个消耗大幅降低，但我置换的是400年魂环，所以没有区别。七杀剑法，预知镜像，哇，说来就来，已经有一个了，我再要一点点。古龙来个愈合有吗？没有愈合，那杀气碧露吧，还是杀气碧露。哇，又是一个预知，那么巧的吗？哇，运气太棒了吧。自愈，
哇，你开始了？吃饭那么多次都不给我这个郁金香，不至于吧？又是给了一个钻石肠。哎，来了来了，还好不用再去买材料，刚好。然后我们再去买一些这个魂环，不是凯良的兽魂。OK， 买完以后把这个开一下，120个啊，不太够。再来400来个，来来，肠子给你换一下。呀，3280年，还差一丢丢。4870点，还差一点点。哎，只要能到5000点就可以了。我们剩下星，生星材料来一个。哇，直接加7万，给力给力。之后天龙地网来2个。好的，这个郁金香就升到3星。然后我们看一下别的，这里我们差一些5000年的兽魂，这刚好可以开5000年。啊，全都开5000年吧。哇，还需要，天哪，这也全都开5000年。这个5000年和新年魂环需要了好多啊。哇塞，我的天。来来，打下这个世界首领。好的。我感觉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试验一下，现在这个地狱之路里面它复制的是哪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来看一下朱赌，朱赌在这儿，它有可能会复制这个红龙玉之镜像。大哥变身，变身，哎，好奇怪。哇，我这儿没有看到它变身，好奇怪。玉之镜像它是能够变身的才对。哎，它是随机选择防御武魂，变身并恢复满血。哎，它是要我方角色血量低于20%的时候。哇哇，我方角色低于20%的时候才会使用。哇，我感觉这好像有点问题。最好的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力之镜像，它一进场魂力满了之后就可以释放。然后释放之后复制一个龟，这是最理想的。但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即便这个龟的这个攻击力比这个塔高，它还是打不过。难道不是它还是会复制这个塔？难道是这个塔的其他的加成吗？比如说这个天赋里面的这个加成，天赋里面加的这个攻击力，难道会有吗？就是很奇怪，即便是天赋里面加的这个攻击力，这里面应该也有，除非是那种开始战斗的时候才会加的那种攻击力，那就。可能会让这个塔的攻击力比这个龟还要高。那我们进来再分析一下，进来开始战斗的时候，然后你再看一下左上角的面板，这个塔是158，这龟是176。哇塞，那龟明显占这个攻击力要高的。然后你看这个郁金像就没有出场的机会了，直接就被打残了，直接就被打残了。反正今天我就来做一下这个尝试，之前我都没有尝试的，我只是说啊，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刚好力之镜像它复制不了了，那我换一个预知，如果这个预知我再测试一下，如果这个预知不行的话，我还是会换回来这个力之。反正大家啊，其实就照我之前给那个也可以的。然后有个东西啊，就是有个东西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建议澎湃，它的话它会。在首次获得建议时，它的优先顺序就改了，它会首先攻击敌方生命上限最低的敌人。但是说如果这个剑的话它有这个剑意澎湃，而它又是主力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从后排杀起，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后排死得很快。就说有的剑它的可以用这个剑意澎湃来更改它的这个攻击顺序，这个是一个挺值得注意的一个魂环。然后有人是，稍等一下，
计时器响了，我们得要去打一下这个啊冰火两仪眼。稍等一下，有人是说，有个缴械，就是在平流斩加上这个剑影澎湃的时候会有个缴械。你看，平流斩的额外加成，若有剑影澎湃，每剑都会使得七杀，不对，缴械，我看一下，缴械，啊，在这儿。若有平流斩，则建议达到十二层时，会使主目标沉默并缴械3.5秒，就是他既不能放技能，也不能打出这个攻击来，打出平 A 的攻击来。这个很多人是觉得这个3.5秒的这个缴械好厉害啊，但是他这个建议达到十二层才会有。然后这个建议的话，本身是攻击一次才会积攒一次的这个建议的，这个建议积攒没有那么的快，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生死之交，你知道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古多罗的这个生死之交是非常变态的，它是吸收古化神龙时，攻击有30%的几率让目标缴械三秒，这个是能够直接继承过去的。继承过去之后，那个合成龙它 A 的很快，然后它只要 A 3下，就会能够让目标缴械3秒。它那个攻击速度是嘿嘿嘿嘿，那个的话差不多1.5秒就完全可以 A 出3下到4下。那差不多1.5秒就可以让目标缴械3秒，你说这个有多厉害？然后这个我记得，就是这个肯定是可以继承过去的。继承的话，找一下古化神龙，哎，你看时空反转、自愈、生死之交，这个、几个技能都会继承过去。哎，等下，有一个问题，这个古多罗合成神龙以后。只有这个生死之交，那他到底算不算吸收这个古化神龙呢？如果说他继承的话，只有这时空反转、自愈和生死之交，那这个古化神龙是不是不算继承啊？那如果他不算继承的话，那这个龙他的这个缴械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话，这个生死之交的这个缴械还得要靠古多罗自己的这个攻击越快越给力。而且它有时候可能会被合成进去，那这样的话完蛋了。我之前理解错了，我之前理解是合成的那个神龙也会享受这个生死之交这个缴械，而且这个缴械是非常厉害的，比剑斗罗的那个缴械厉害多了，所以直接 A 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剑影澎湃的这个缴械。但是现在看这个剑影澎湃的缴械也可以。我现在稍微有点犹豫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我现在用的是这个人剑合一。哎，等一下，对，人剑合一，人剑合一的话，它能够造成这个 AOE 伤害，同时眩晕目标3秒钟。我觉得看中的是这个眩晕3秒，但是我现在把那个罗刹化身给拿出来，它造成这个伤害其实不给力了。好吧，赶快去打一下冰火两仪眼，这里35个。哎，哇，钻石又不够了，来来。充个30吧，这个充少一点，然后经常能够提醒自己，钻石又没有了，少花一点，来15个，哎，还差一个，来吧，6倍挑战，直接奔着独孤博去。哇塞，给了一个绝品的寒草水仙玉姬露，哇塞。水仙玉姬谷好像，嘚，去哪儿了？啊，一会儿去看吧。然后打下这个血魔首领，我们先做一下这个采集，现在可以采集一次，然后再去打这个血魔首领。所以我采集了2次，我觉得这时间够的。OK， 这里没有给任何极品以上的仙草。这非常正常，好吧，我感觉今天事情差不多快完了，仙草分解一下。刚才给的这个叫做水仙玉姬谷，应该是在邮件里面。啊，是这个，果然是水仙玉姬谷。这里，我想想啊。这里能不能替换一下？替换一个血色天鹅吻，再来一个水仙玉姬谷。哎，这样就是三株绝品的羊，三株绝品的寒，
这样的话是更给力的。然后我这里背包里有一个那个淬火仙草宝箱呀，好多红色装备啊，宝箱是在是转化卡，是这个仙草淬火。我到时候打算选择这个仙草，因为我打算再搞到两株绝品的羊草，然后再选两株，这样的话我淬火成银，这个肯定是要选淬火，到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弄上一个那个六株绝品的仙草。仙草仙草仙草，你在哪儿？我们现在第一角色他的这个仙草就是只有两株啊，而且只有一株绝品的羊草，后面好像还有一株，就只有两株，现在我还差两株，有点气人的。这里的这个绝品其实以后可以考虑合成一下。我这里紫芝的话已经有两株绝品的紫芝了，如果有三株绝品紫芝，我就可以合成一株绝品的紫芝的羊草。八瓣现在挺厉害的，这里还可以再分解一下，把真品一下子分解了。好的，然后培育一下仙草，这个培育到了37000年，天哪！哇哦，好的，培育完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到时候我自己去把这个多闻场和这个斗罗外传给打了，日常这里还有一次，这次我就不找回了，找回去还得要重新打，麻烦。然后这个百炼神盒也不兑换了，深爱成因其实可以兑换两个，我想想啊。这里有两个，然后再兑换两个，然后这里其实还可以选一个圣甲成因啊。不过我想把这个选这个淬火石，你知道吗？这个就麻烦。稀有材料红色魂印，红色装备，红色装备其实可以选了，这个无所谓。好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下来还得把这几个令牌全都使用了。OK， 没有关系。感觉今天的视频不是很精彩，我觉得最精彩的视频就是之前那个39天的。38、39天那八个视频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啊。然后之后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一些日常，但是我会做一些精简版的，比如说之后的135晚上的这个魂师精赛，我的话就只录制这一部分，其他的我就不录制了，其他的部分我就全都攒到这个周日来录制。周日的时候看一下这个虚浮争霸，然后打下区战，然后抢一下这个区战的这个商店，争取多拿到一些魂核还有其他的材料，别的话就等到周日的时候再来升下级，把各种宝箱开一下。然后遇到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之后57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海神套，大概是差不多两星期不到了，会有一个出海神的一个环节，到时候我会抽一下到时候估计又得花7000块，就游戏里的7000块，我实际上得要花2000块钱吧。好的，那谢谢各位的收看，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应该是下周再见了，拜拜。